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游玩这款返校这款游戏啊。那上一集我们看到魏仲庭去打电话的时候，醒来，你知道醒来就被吊在这个讲台上面，然后讲台上面上上不去的。然后我们先到处晃一下。有台蜡烛，暗道根本没办法行走，带着蜡烛啊，带着烛台好了。我留好多了，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好了。刚刚吓到，操！刚好像怕了要死，有死老鼠！哇，竟然是死老鼠，难怪有股味道。有条纸，新增笔记纸条读书会。听说老师把学生集合起来私下授课，看一些管制书籍。真的，我以为读书会只是补习而已。哦，管制书籍就像现在，我记得现在的大陆那边好像有一些书籍是不能看的。对，我们以前好像也是这样子。对 ，OK。哎呦，死老鼠！哎，哦，桶子还在，桶子都是垃圾。当提手的学姐们很帅，现在只想摆脱这些东西。OK。我说这个气氛真营造得很好，桌上空无一物。嗯，墙上这些夹克我有印象，好像是公用薄薄的。然后我现在可以出去吗？还可以耶，可以出去哦。等一下哦，我先出去好吗？我怎么觉得有点怪异？觉得不溜劲哦，怎么会有一个坟墓？对啊，刚才没有，石碑上的字都被刨掉了。听说这是三岛的树王宫，这时候看起来好阴森。可以走出去吗？这有点可怕，这里面。这里什么时候盖座小吃了？里面供着几尊神明，除了体育宫，害怕到讲话讲不清楚，除了体育宫、土地公，其他都不认得。嗯，香炉好像有什么东西，礼堂钥匙。哦 ，OK。嗯，钥匙有张纸条，这什么话？图文插画，遇见王鸟。王鸟，对。用网触摸，请小心。遇见王鸟，屏住呼吸，慢慢行。在想办法时，捡到像是小学课本中图文插画。夜晚出入，请小心。遇见王鸟，莫害怕，屏住呼吸，慢慢行。笔记。我刚不是拿钥匙吗？我刚刚听到有个怪异声音。在小水沟中找到了铁质钥匙，平常应该是供有高伯伯在保管。可以走出去吗？山上的路消失了。按右键可以屏住呼吸啊、哦！人家有写屏住呼吸，他没有写屏住呼吸，按哪一个啊？好、哦，所以一直说按到王鸟之后要屏住呼吸，对不对？按哦，这边有写滑鼠右键屏住呼吸。他如果屏住呼吸会怎样吗？我有看，干！等一下啦！我不能边跑边屏住呼吸吗？吓死我了！按住滑鼠就先屏住呼吸。乖，我知道你很饿。然后快没呼吸，冲啊！冲刺！不能边跑边屏哦，可以啊。为什么刚才不行？被追的时候好像不行哎。哦，因为被发现了，你屏住呼吸也没用，是这样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不管。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出来吧，鬼手。
哎，如果鬼神没在，那些鬼魂算什么东西呀？一起把你给毙了！希望只是噩梦，我也希望。但我被锁住了，痛的要死。哎，你啊，嘿，我开，不要吓我，哟。还好现在不会了，刚才会那个，不想碰这些东西，总觉得会受伤。好像不会变暗的，太好了。一二年级时会来到这里搬东西，会想起讨厌的事。好，所以我们遇到鬼魂的时候，应该会听到一些声音，那我们就可以先预知了。公公伯伯的房间，这什么啊？门被油漆刷上，像是符咒的东西。奇怪，门把转得动，可是吹不开。该不会是这个符咒吧？嘿，这不是这样用的。线索，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。前路不明，须知一书，转乾坤锁以启秘门。乾坤锁是什么啊？是指那个吗？还有我一年级的作品，这不管来太久没更新了吧？还有哦。这个过不去。哦，转乾坤锁是这个啊。顶门被挂上奇怪的密码锁，符号看不懂的话就没法开了。哦，我们在吵什么了？不要吵。看起来是张公庙的事件，应该是这个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解。我们先略过，应该其他地方有线索吧。这个声音，哎，我听到电话声了，我听到电话声了。这些长辈总是给人戴着面具的感觉，孤单的活着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这种电话声最恐怖了，要去接吗？好接啊！这时候有电话打进来，也许能沿路到外面进去看看吧。要躲荧幕远一点，不要吓我，我最没胆的。这很恐怖哎！书架上是历史战争和领导统帅的书籍，印象中校长也是退伍的军人样子。风景画看起来像是学校附近的景色。这边好红哦！这里有一座神桌，要记录吗？哦，可以记录哦，太棒了，神明保佑。这档案柜这样开着没关系吗？校内列着分名字，档案夹也是空着。这种文件感觉太令人不舒服。我们接电话吧。笑我，不要笑我！记得魏仲庭说他联络里长，说不定是有回应的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中间的字写什么？中央电信部注意，长途电话经由无线电路传送，为防共匪窃听，请勿讨论国家机密。OK。接的，我老师在这栋的三楼。靠腰，吓我一跳。各位看我这款游戏应该会狂骂脏话。要挟我，看我的毛都竖起来了。出去又被吓，干！吓死我了！听说第一章很多吓人的地方，拜托，第一章赶快结束好不好？
我受不了了。好了，直接去三楼了，咱这边过不去。好，走。别吓我啊，哥！你通常玩这种游戏的时候，你会很专注在玩，所以你的观感神经会开到很大，所以很容易被吓到。什么啦？这墙上贴满的镜符，看一下上面写什么，看不到。这是原本那个魏同学的房，那个教室。被锁死了，那门被铁丝缠住了。要是有工具，也许可以弄开。记中，应该写了记中的字。这是魏仲廷的教室，可以进去吗？等一下再进去。早早还跟魏仲廷在讲话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们先找最右边看一下好了。好像他超怕被吓了，靠北哦。是破碎课桌椅，原本这边是那个什么，男厕跟女厕，要跟进女厕，嘿嘿，做坏事，女厕是最恐怖的地方，厕所是最恐怖的，会不会有花子啊？锁住了，没有人在里面的感觉，有还得了啊？有人在里面还得了？厕所也太旧了吧？门板上有污渍，发霉了吗？天哪，好脏！到底是怎么用的？里面传出一股气味，按了连门把都不想碰。究竟是什么气味呢？那种血迹的感觉啊！水中那些暗褐色的污渍，排水口卡了白色的小东西，骰子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骰子？一颗骰子，一颗表面磨损的骰子，在校内被列为违禁品，好像赌博吧？看一下笔记 ，OK。好，看一下东西。镜子最恐怖了，我超不想点镜子的。好了，还是得点。平常有压力的时候，厕所是让人静一下的地方，但是今天只觉得很阴森。水槽里有一只钳子，哎呦，果然气色很差。魏仲廷突然就死了，我也会有生命危险吗？白鹿，这一切都是噩梦吧？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？靠腰，吓屁吓啊！刚刚那是谁？为什么女主角都没什么反应啊？反应都是我们。把音效关小声一点，有声音，好兄弟出来了吗？可以看布告栏了，教官发的宣导传单，校内禁止赌博，洗不到啊！全校同学注意，要端正善良，风俗恪尽学生本分，本校严禁各种博弈游戏，违规者情节重大者勒令退学。相信抓到校内禁止赌博的经历，抓到会被勒令退学。出现这种公告，表示可能确有其事。上面贴着许多人的考卷，感觉好丢脸。还好我们班没有这样做。教室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吧？魏仲廷的位置上面有些涂鸦字，虽无非必冲天，虽无名名必惊人。看起来他是个好男孩。到底为什么？以前会在一些就是书桌上面写下一些就是鼓励自己的那些名言啊。不过我不会刻到桌椅上面，因为会被骂。所以我就是写纸条啊，就是贴那个便贴纸啊。自求多福，到底谁写的？我告诉你谁写的好不好？制作单位，制作团队写的。别靠腰，别吓我。不要吓我！什么声音啊？
可是我要去三楼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先破这个。然后里面是往哪里的？不能先进去了。是辅导室吗？哦，保健室。可是没关系，我们先去那个三楼。三楼。靠北啊！你的声音什么啦？不要吵，给我闭嘴！血迹哦，大片血迹！我靠呀！吓我一跳！我先去存档。我刚刚没看到他。存档，校长，是我来了。校长，我的家。我怎么音效这么大声？好像不能调音效。我刚刚看那个，不是这个，按错，存档。我刚刚那个时候我在看那个设定啊，不能调音效，王八蛋！你们真的很可恶，他们就是故意要吓你。音乐可以调，但是音效不能调，王八蛋！气死我了！我直接进去，那太暗了，我根本看不到啊。怎么是这边？一张位置，这样是怎样？这间教室只有这张课桌椅，给人一种孤单的感觉。桌面有暗褐色的印子，还有一些刻痕，像文字又像图案，光这样看不出所以然来。玩这个精神都来了。拿什么东西磕吗？什么声音啊？感觉机械运转的声音。这边原本有铁栏杆吗？过不去，看来给绕路了。来吧，来吧！我看到他了，有没有？有一个头。他好像会动。小脾气啊，小脾气啊，小脾气啊，好哦！被发现的确没办法屏住呼吸，所以被发现就赶快跑吧，各位。好了啦，别再叫了啦。保健室的门牌有张纸条，行程笔记，卡威本，若一晚了，主驱路，供剿尾犯引来时，丙身插丙席插身，速速理。OK， 线索。可是我现在没有剿尾犯，现在是去哪里？这个走，这也是卫生库房门锁住，钥匙应该在护士阿姨在保管吧。好，所以他的意思是我要去保健室拿。OK， 所以我们要绕路，从保健室绕路嘛。OK， 卡威奔。哦，这边很多东西。好了，我们这边看完，刚还有一个门啊，门从另外一边反锁了。好，不能打开。按错。然后，哦，我看一下这个笔记。桌上有几张文件，诊断书。黄什么黄？黄敏昌，年龄17，性别男，症状右肩胛骨粉碎性骨折，左上臂骨折，上面的伤者应该是学校同学，不知什么原因会伤得那么重。张英语，张语音啊、哦，张语音。我很好奇，就是外国人玩英文版的话，这边会写些什么 ？OK， 好，这个，视力检查表，竟然它是可以点亮的。这个距离测量3公尺，呵呵，好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。好，
交给范。这个东西再怎么放出去啊？先不要放，先不要放，放就先存档。哎，等一下，神明保佑。那钥匙在哪里啊？等一下哦。是要把它点亮，然后找东西吗？我也没看到东西啊，它到底在哪里？到底我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可是我没钥匙啊。会不会出去就一堆怪物啊？钥匙应该在这里才对啊，它可以点亮然后离开，也可以对，也可以关掉离开。看起来没有钥匙在这边。好，我觉得这集差不多了。好，那喜欢我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以充最新消息。那我这个礼拜应该会全新玩，把这款游戏给玩完，因为这款游戏其实那个长度并没有很长，所以应该可以玩快。好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按着赞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